最近咧有一个楼盘啱啱减咗噶，之前讲紧27,000先肯卖嘅新地地上个商场嘅天井一咧，最近有间成交就21,900，6座43楼 C 天台特色，呢口价真系平嘅。你可以见到成个优势咧，地段上面商场、大型屋苑，43楼就特色层，楼底会再高啲3.5米。基本上除咗望唔到海，冇其他缺点。天津离个地铁有几近呢？你见到支出口一出闸，经过商场行过去嘅，好快嘅啫，讲紧10几秒。将军澳站嘅商场就左右连通嘅，基本上系大到可以行到人哋脚跛嘅，配套上都十分之丰富。个入口就喺呢度啦。我哋可以入去望啊。天津位于将军澳唐贤街9号，2012年开始入伙，总数有6座大楼，提供1028个单位，设有大型会所。屋苑二手房盘尺价介乎16,000去到22,000，视乎楼层景观户型。屋苑嘅大部分两房都系向北望翻山景，尺数大概530尺，价钱大概系800宗去到1,000。三房就617尺去到872尺，价钱大概1,100去到2,000万或以上都有。四房就950尺起步，90%嘅单位有海景，尺价20,000起步。富贵人家，两个都系。现时发展商有啲货尾单位，全部都系天台特色股。屋苑入伙以来，发展商都好少减价，最近就啱啱成交咗一间，减咗大概5,000至6,000蚊尺价，所以特登嚟睇睇。我哋而家喺天津天台特色嗰度，呢间就讲紧1,400尺，连埋个300几尺嘅平台，再连埋个430几尺嘅天台。基本上景观呢边就望翻将军澳南嗰边海景，咁呢边就望翻清水湾嗰边海景。楼下嘅房同埋厅都唔系直面海景，因为呢度都系由两房户型向北嗰边嘅，最主要打侧望山景。相对嚟讲就个景观够阔嘅，因为始终都系顶层啊。如果位高嘅人士都要考虑一下，性价比高嘅，因为最近成交系真系减咗落嚟，减咗6,000蚊一尺，即系减到去21,000几。一句说话，住喺呢度落街真系好方便。